贤者大人，您召见我。海加德已经派人进入了隔离区。是时候让猎犬出笼了。目标信号丢失，我定位不到他了。小心点，这地方有些不对劲。医生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快走。这是个陷阱，你想办法甩开他们，小心快逃跑。今天真够倒霉的。这个矿洞情报里没有提到过，能量不多了，可别掉链子。不好，那些怪物好像追进来了。我得想办法离开这儿。这里好冷啊。想到那个大家伙也跟进来了，得想办法跟总部取得联系，希望前面有出去的路吧。
报，抑制器能源不足，即将。糟糕，要坚持住。目标已经捕获，明白，把他带走，执行记忆清除程序。危险期已经过了，他的身体机能正在恢复。幸好我们发现的及时。他好像动了。光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喂喂，能看见吗？哥哥，你快来呀！醒了吗？抑制器运行状态正常。放心吧，他已经没事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的抑制器已经安装了新的能量池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你们是？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了，我差点以为……他叫莎莉，我是他哥哥夏佐，也是这个避难所的首领。是你们救了我。我们发现你晕倒在了避难所后面，而且你的抑制器能量已经耗尽，我们只能把你带回避难所进行了紧急处理。这里是新岛避难所，编号 HT501。 陌生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孤身出现在后山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哥哥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擦伤，也许是个迷路的拾荒者吧。迷路的拾荒者，你还真是不走运。一生兽在那处机械坟场筑了巢，你还活着，在你想起什么之前，就先待在这儿吧。我们做了全面的检查，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先去收拾一下你自己吧，这身行头可是够狼狈的。莎莉，带新人去赛琳那边吧，我已经通知他了。知道了，新来的，快跟我来吧。你的武器放在那边的箱子上了，别忘了拿哦。
我们这里还不错吧？你和夏祖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点把避难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随时可以过去。这是？你好，我是米娅，第七代第十四第四代机械制仆。米娅可是我的好帮手，是哥哥从一个遗迹中找到的，但他的语言模块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有时候讲话怪怪的。抱歉，米娅为努力让大家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没关系的。快快跟我来吧，别让赛琳小姐等太久了。嘿，看到前面那艘战舰了吗？那是伯利恒号，哥哥说他躺在这里已经50年。50年？正是大灾变发生的时候，原能爆炸摧毁了一整支在附近游弋的联邦舰队，只有伯利恒号成功迫降在了岛上，避难所就是围绕着它的残骸建立起来的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赛琳姐姐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好、哦，你好，我是。看起来，赛琳姐姐。好。看够了吗，小鬼？很高兴认识你。果然是人靠衣装呢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好了，不跟你们闹了，既然收拾完了，你就带他熟悉一下避难所，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吧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赛琳姐姐好像还挺喜欢你的。这里是中控室，能监测到避难所的每一处异常。